好久没有吃这个沙茶了，对呀，今天弄一点出来做这个烤肉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少，我今天回南宁了，然后刚回到南宁，表弟马上就安排这个烧烤，算对是呀，烧烤吗？可是不是炭火，是铁板吧？铁板烧烤，对，要有点油进去吧。铁板烤肉。要放点油啊、哦，要用水稀释嘛？不用吧，不用啊，不用了。我就是买了一点点的那个猪肉、梅花肉嘛，比较好吃的，其他的都是素的，说是烤肉，其实都是素菜。都是素菜，对呀、但是其实我有真的头有点晕，但是还是非常饿。不过这个我是刷的那个烧烧烤烤料，料。对，烧烤料的是这个。我感觉刷一下这个沙茶酱应该比较好吃，好香哦。来，我拿这个刷子，太久没吃了，这个刷子的话也可以用来刷。我现在好饿啊！对呀，反正就吃这些东西就可以了，也不是碳水。我看一下刚才你刷的那个烧烤料是吗？对呀，我再刷一点这混个，在一起会不会不好啊？应该不会，我不混完就刷这里几块看我也是看。刷一点点而已的，那个也没有什么味道。主要是我闻到这个沙茶酱，它真的好香。太久没吃了，我们估计都快2个月没吃了吧？有啦，肯定有啦。不知道用来做什么菜，主要是。很多菜都可以，只不过说我们平时都不记得。对。我还想说，我夹出来等一下吃。翻一点。滋滋的冒烟，这个梅花肉比较香。我们2个人都围着这个围兜，对呀、啊，梅花有油。因为这个真的好浅哦。你要放生菜叶吧？我要包点生菜叶来哦，吃。可以。生菜叶刚才你泡水了没我已有？经洗过了，用盐水。哦，那就可以。再就来看。怕有那个农药残留。对，你看我烤的这个肉，不怕烫吗？还好现在。我夹出来先，等一下再吃。哎呦，这个杏鲍菇焦了，我天呐！翻一下。还有这个是五香豆干，豆制品来的，我感觉不用，直接丢进去应该就得。也可以啊，都可以，你放进去也可以啊。好香哦。30几度的高温好吃吃啊。烧烤，对啊，我口水都这来是简易的烧烤。了。我也来一口。还蛮好吃的呀，这个豆腐我觉得也可以裹一点那个沙茶，沙茶啊、哦。好吃吗？好香，还可以的哦，很香。表弟很喜欢吃豆腐，豆制品，他很喜欢吃那个豆制品，我不怎么爱。还可以的哦，好吃。但我感觉这个肉我都买少了一点呢，等等，2个人吃，因为只有一个肉。我也吃了，不要吃太多。这个杏鲍菇也裹上，哇，真的，我们上次在外面吃那个印尼口味的哦，真的是沙茶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。沙茶味浓，我们有自己的沙点。茶还好吃过，我们的沙茶很香。哇，这个很焦了不？多放几块肉进来，刚才我只放了一块，感觉都没有咬到。老弟一口就吃了一大块。对啊。现在还有的，我闻到闻，好吃。一边吃一边放肉，这个应该可以放吗？可以，这个梅花肉就特别好看，再看，还有一点那个筋在里面。对。刷这个沙茶。等一下再刷吧，让它熟一点先，我怕它久了苦啊。哦，是哦。我觉得应该。刷上去，马上就拿出来就可以吃了。我也觉得啊，就稍微热一下这样子，对呀。不过这样子也没关系啊。哦，这个焦了吧？我拿个碗过来。对啊，你拿个碗过来装。碗焦了，放进来。焦一点好吃，比较香。豆干连哪一块吗？来看，这个还有。把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鱼卷。鱼卷，哎，这种
不能多吃，少吃一点，偶尔吃一点没关系。要喷点油上来。哇，滋滋的冒油。翻边。嗯。这个肉我在网上买的，也挺好的哦。是多多买菜那里是吗？哦。也比较实惠一点。看一下用沙茶烤的豆腐干，尝一个，香。嗯，主要是太烫。可以啊、哦，这味道果然不错。我今天其实也就算试验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这样子做好不好吃。之前他家也都有推荐了。嗯。就是沙茶烧烤料理。啊、嗯。真的可以，这生菜我觉得不好吃，不像老家那边自己种的，老家自己种的生菜，它那个没有那么绿的，是好像有点偏白那种，以后的叶子软软的，没那么硬。哦，现在一边吃我想一边跟你说一件事情。干嘛？这几天你都没有用电脑登录那个油管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你那边有看啊，我还登录看，我没有登录上面哦。我回去我忙，我也没有看啊。然后刚才我回来，我上去把那个小南瓜家族的影片，我觉得买了，好震惊，爆款、啊，惊讶，爆款啊，不是。我们的粉丝这几天掉了好多啊，就是不想要订阅的人好多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啊、我知道我们这大半年以来嘛，就是没有增，没有什么涨，但是也不至于说会降粉。我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、啊、我刚才去看了那个数据啊，大前天好像是取消关注，好像有30几个人。三十几个年，前天93个，90多个呀、啊。嗯，昨天的话估计有100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太夸张了吧？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影片不够精彩、不好看还是？可是不可能啊！就算不精彩，大家也不会说取关呐、啊，那么多呀。会最近发生一件事情，可能你也不知道。干什么、啊？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情与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吧？我们。但是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有什么，因为那个时候带妈妈去台湾治病的那个人啊，那个大陆人，之前那个是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最近干什么，反正他们老是来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说什么关于钱的问题，我也不清楚是什么，因为我平时都没有看他的影片，所以我不了解。我这几天刚好回去忙，我都没看，然后又说。哎呀，反正闹得挺大的，新闻都报道啊，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钱，然后大家有就是说感觉他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其实他有钱是吗？啊？他有钱是吗？然后他说自己没钱是吗？说是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那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就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影响。好吧。我真的说实话，这大半年以来没怎么增粉，加上我们的播放量也没有提升，我自己都挺着急的哦。嗯，你现在还和我说有掉粉呢、啊？我现在根本就掉那么多，我感觉我都没有信心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也不要因为这样子，其实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啦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来去自由圈说他们取消。关注我们也是我们的损失是吗？觉得挺可惜的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呀。反正做自媒体的话，像很多朋友留言说，做自媒体都需要强大的内心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我关小一点吧。我之前上来先吧。我之前也是有点想不通的很多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我想开了。是这么说，顺其自然。对，我懂那个意思。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夸张哦，几十个的掉，是真的，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。
对呀、啊，刚才我一看，那我就难道我们做哇，了什么事情让大家觉得很恶心吗？不知道，好像也没做什么呀。我们不就是拍我们的日常吗？又或者是我们太真实了，就是不比如，懂得去夸张的手法去拍摄呀，所以大家不好喜吧。欢看，大家都喜欢看。可能有些人不是说大家，因为说大家的可能会得罪人也不好，可能有一部分人比较喜欢那种夸张，看那种夸张的表演呢，就是那样。好吧，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这种，也没有有什点么夸呀。张了已经。那你有看过那个博主的视频吗？他现在怎么样？后来他们有说我去瞄了一下，他好像，因为之前我也没有关注，我也不太懂啊。对啊，你不懂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家，反正大家来留言叫我说去评论他或者是什么啊，就是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我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，我不评论，因为从头意到思，尾，到底是他什么了？还是因为钱的事情是吗？对呀，就是钱的，说他，就说他骗台湾，骗台湾人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。我说实话，首先我们对他一点都不懂，他是谁？要不是因为说他去台湾治病这个事情，我们根本就不懂。就说他去台湾治病，我我们们也也不不懂。懂，是大家和我们说，我们才知道的。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说："哎，你们大陆有个人带妈妈来台湾治病。"还有一个事情，我们和他应该是天南地北的吧？对呀，他是北方那更和加了，北。我从根本都不认识，而且也没看过他的视频。但是之前我们直播是有朋友有说过他们的事情嘛？哦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嘛，感觉就是说，也觉得对对对，也觉得挺难过的这个事情。我觉得如果他的事情能影响到我们，我觉得就有点搞笑了。我觉得有点夸张。我觉得有点搞笑啊。我都不知道是可笑还是可悲哦，就是有一种就是一竿子打翻就所传有人人。吗？如果因为他的事情对我们这样子，我觉得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事实。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。我希望不是吧？我真的，我当然只是希望他因为觉得看我们的视频无聊而取关的，只是太凑巧了，这一波连续的话，那我觉得有点诡异，很诡异。这种东西之前我是很在乎，就是人家来对我们频道的看法。其实也不能说不能接受大家对我们频道的看法，因为大家很多都是很好的留言嘛，很好的建议和意见你说好都不接好，受。好不好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只是说，那为何会这样子？我就觉得有点好奇而已。天南地北，就是什么那句话怎么说？毫不相干的。反正我对呀、啊。那大家之前和我们说，我们才懂他嘛哦。那其他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啊。然后这件事情也是他们来留言我才知道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怎么会懂呢？是吧？不聊，就自动那么多，吃，把那个肉吃了，吃饱了，才是最主要的。反正我们也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频道，对得起观众，对得起自己就可以，就是这样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好烫！那行吧，那我们先这样子，先不拍了，然后先结束了。那先关上吧。大家下期再见啊、哦！